世间所有嘅事都要我哋去做选择。正如一份感情注定要消失嘅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到嘅就系忘记佢，或者令佢忘记你。我系一个猎妖师，有一日师傅要我上山去捉一只鱼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师父要练的不是我的功夫，而是我的心。因为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杀人，而是另一个人迷失自己。我叫小善，你呢？边只啊？是咩嚟噶？咁好食嘅？糖果。我要食一剂。我买唔起咁多俾你。以后边个比我食，我就喜欢边个。人同妖唔可以喺一起，咁你杀咗我，杀啦！从今以后，你唔会再有痛苦，因为你唔会再记得我。用最后之神兵插去死穴。师兄弟，燕赤霞，你唔配做一个猎妖师。神兵封住佢所有关于我嘅记忆，等佢再记唔起我哋呢一段感情，令佢永远忘记我。但我谂唔到，当个年青人走上黑山嘅时候，小善同我嘅一切又要重新开始。
靓仔，你做咩啊？偷水？我冇啊，冇偷。大家快啦！呢个偷水就埋嗰啲嘢，带佢走，等住你知死。村长啊，啲工具古灵精怪，都唔知我嚟搞乜嘢。带咁多古怪嘅工具出嚟，分明系打我哋水嘅主意。斩咗佢双手出嚟！吓！你哋呢条系咩黑山村啊？简直系黑心村！你哋太过无法无天啦！我真系估。村长，村长，村长，分手佢啦，好啊，好啲啊！村长啊，分手啊！村长，我天牙，你嚟做乜嘢啊？唔系啊！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林彩神。林彩神啊！我哋黑山村呢，就以烧呢啲泥罐而闻名于南方。而家因为冇水，所以你见到嘅只系剩翻啲泥土咋。嗰啲窑已经荒废咗好耐，连呢啲畜生亦冇办法养啦。以目前嚟讲，我哋最紧要就系揾到水源。系啊，我哋已经写咗好多封信俾悬崖大人，求佢哋嚟救我哋。你今次嚟到，即系我哋嘅救命恩人啊，林大人。啊，唔敢当，唔敢当，我只系悬崖嘅工匠。你哋叫我林彩神啊？你系衙门派嚟嘅，咁就系大人啊嘛。系啊，林大人。你哋村里面都挂住呢啲嘢，有咩用噶？符咒啊嘛，梗系辟邪用噶啦。我哋系求雨用嘅。求雨用嘅。嘿，大家过嚟啊！大家过嚟，过嚟，睇下林大人，林大人就系我哋救命一人。唔敢当，唔敢当。各位乡亲，我林彩神向大家承诺，等阵上山一定揾到水源，否则我永不下山。好，好，安静。大人，我哋全村嘅村民都要多谢你啊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事需要你哋帮忙。请随便吩咐。揾水源唔系我一个人嘅力量可以做到，我希望揾多啲年青力壮嘅村民，等就同我一齐上山。吓，上山？有咩问题？只要林大人肯上山，咩问题都冇。唔使送啦，翻去啦。林大人，等等，等等。我叫天涯，我同你一齐上山。好啊，人越多越好。啊，点解呢班人全部都带住脚链嘅？佢哋都系凡人，村长等佢哋将功赎罪。林大人，啊，我细个嗰阵，我爹同我哥。成日带我上山嘅，呢条路我成日行嘅，但系咧唔做啲记号啊，真系好容易啊，荡失路嘅。你等我一阵吓。啊，系啊，如果唔系有你带路，我肯定都会荡失路噶。你放心咧，有我哋唔会错嘅。我哋行啦，好，走，需小心啊，唔好跌落去啊！我只脚啊！咁落去啊，仲未揾到水源之前，我哋都残废啦！少少事呱呱叫，几时挨到上山啊？我睇都系将佢哋啲锁打开先，咁样佢哋会好行啲。唔得，佢哋只不过犯咗啲小事，唔应该受呢种惩罚。咩小事？佢都系杀人犯。杀人犯？如果我哋唔系死囚啊，边个同你呢个傻仔上山啊？吓！冇嘢嘅。小心啲嘢得嘅，其实咧你要小心嘅，唔系佢哋嘅，系山上边。山上嘅咩啊？
冇嘢，小心啲就得噶啦，小心啊！深啲啊！哇，深啲啊！你睇，我哋沿路行嘅时候一路都系枯树枝，但系呢度周围都系新鲜嘅花草，应该唔会缺水。对，我谂我哋好快会揾到水源。咁好咧！啊，你帮我睇住佢哋。你放心。喂，唔好偷啊！请你吃糖果啊！做乜嘢噶？我想量下呢度啲水有几深，话唔定呢度就系我哋要揾嘅水源啊！啊！佢哋咧？啊，我去揾佢哋，唔可以俾佢哋走啦！
你怕咩啊？我好丑样吗？唔系，姑娘，你做咩啊？做你哋男人最中意做嘅事啦。嘿，姑娘，唔好咁啦，你唔可以咁噶。我家老老讲过，要对客人热情噶。你唔中意啊？唔系，我未试过咁噶。我听到啦，你未试过咁样，但唔代表你唔喜欢。嗯，你会中意嘅。啊，姑娘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你好坏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。是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哦，护玉，辟邪的。你拿来给我看看。哦，拿。除下来啊。哦。给你。啊！嘿！食几刀都冇用，我一样打落嚟，咩都勾翻晒出嚟。是块烂肉来的，想不想连命都不要这样跳下去啊？你这么伤心，情人送的？是娘亲生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喂，你看着我。如果你不看着我，真的怪我整烂你块肉咯。我冇咁谂喎。娘大人弊啦，佢哋俾妖怪杀晒啊！嘿、hey, ，天啊！啊！杀人啦！走啊，姑娘，走，走！惊佢？啊！
唔好行嗰边啊，行呢边啊。诶，点解又翻咗嚟嘅？我都同你讲过噶啦。我做咩啊？胡须佬仲喺附近。吓、啊？跟我嚟。啊！佢会翻嚟噶，坐低。黑山呢度真系千奇百怪，我哋就一直坐喺度，唔揾啲嘢做啊？做咩啊？味道都冇噶，咩味道啊？佢都系个好人嚟嘅，算啦。诶，姑娘，做咩啊？嗰个杀人狂可能仲喺附近，你千祈唔好撞到佢啊！我哋等多阵啦，呢度比较安全。你真系好怕死啊！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凌彩臣。我叫小善。哦。請你吃點東西。什麼來的？糖果，好好吃的。你喜歡吃的？嗯。俾曬你啊！下次唔知我仲有冇機會可以再請你食糖果呢？喺度走咗成晚，有啲攰啦。天光叫醒我。
想有嘢食，吔屎啦你！你有冇翻出嚟？等你有命出嚟先再讲啊！老妖怪！你成日在后面吓人噶！你咁大胆，一个人翻嚟拦药子都唔惊，惊我吓你？你啱啱放落水嘅系咩嚟噶？系水雷。水雷？嗯。诶，唔好拉，一拉就会爆噶啦。咁厉害？嗯。如果我冇估计错误，水源会由缺口分流，到时候黑山村就有水用啦。林彩臣。嗯。你咩都唔好理，唔好出声。无论见到啲乜嘢，都当睇唔到，听到未？点解啊？哦啊！你想有命离开难日子，就照我说话做。啊、你话我哋两个嘅感情点解会特别好啊？嗱，梗系啦，因为我哋都投入同一个人小事啊嘛。啊，唔怪得老老成日赞小善啦。你睇人哋晨咁早就有嘢食啦，小善，你咁样叫我哋以后点算啊？你哋离迟咗啦，佢系我嘅。点解仲有气息嘅？咁同我争嘢食，冇大冇细。你笑咩笑？老老最不满意的就是你，成日都找不到啲好嘢俾佢食，佢叫我好好咁教训你，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仲快啲走，帮佢老人家找啲好嘢翻嚟啊！林七神，快啲走，佢哋会杀你噶！吓！呃我哋？想知道你一生是死我不想来，总之你不要留在黑山，如果你要怪食我来，到时变得有气我来，我就麻烦了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
想死嘅，就冇乱喐。嗰个人呢？边个？佢叫凌彩臣。佢已经俾你食咗，你唔记得啦？咁你点解要救我啊？如果你再害人，我一定杀咗你。我知你系一个猎妖师，冇咁轻易放过我。今次你救咗我，好多谢你，我唔会忘记嘅。咁你最好唔记得。我叫你唔好乱喐噶。我知道你唔会杀我。你信唔信我真系杀咗你啦？你而家比我仲危险。点解？我都不会杀你的。胡修老，舒不舒服啊？为什么你只是绑住他一只脚的？你唔觉得佢咁样会可爱啲嘅咩？走啦！对唔住啊！啊？冇啊！之前话你怕死，系咩？其实你一啲都唔怕。如果不是，你都不会回来救我。其实我是怕的。那你又回来？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决定落山了。落山？哎，你还有没有糖果？哦，有。小善，你同我一起落山啦。而家我都已经找到水源啦，可以带你落山睇下。你真的想带我落山？是啊，哎，你知唔知啊？外面好大噶，比起呢个黑山大好多，而且仲有好多好食嘅糖，仲有好多好好玩嘅嘢添。使唔使同我一起去啊？小善。做咩啊？天就黑啦，点解我嚟啊？嚟啊！好，你做咩走得咁快啊？快啲！
喂，村长，你带人翻嚟啦！讲真噶，带人冇咁出名噶啦。唔系，你带人，唔带人啊！你带人翻嚟啦！黑山村已经有水啦，系真噶。诶，不过村长啊，开心还开心，都唔应该太浪费水。嘿，唔好浪费水，唔好浪费水。而且同我上山嗰几个人都唔见咗。嘿，佢哋抵死噶嘛？唔系，成大事一定要有牺牲嘅，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啊！天，天牙，天牙翻咗嚟啊！天牙，你冇事啊？村长，佢同啲妖怪乜妖啫？睇下你自己污糟成咁啊！去冲翻个凉先啦，黑山村已经有水啦，去！唔系啊，佢妖怪，大人你讲得啱啊！饮水要思源，我哋真系唔可以浪费嘅。嗯，今日嘅庆祝只可以到天光为止。嚟啦！唔好啊！点解要放过佢啊，露露？我再帮你揾啲好食噶。你中意佢啊？嗯？我只系唔想伤害佢。露露，你讲过，我哋同人最大嘅分别就系要可以做自己喜欢做嘅事。我有讲过咩？敬你一杯啊，村长，我已经饮咗好多啦。啱啦，呢个系我侄女啊，坐低先。叫令大人，敬我哋恩人一杯。啊，令大人，我敬你。冇，我真系饮唔到啦。我先饮为敬啊。啊，好酒量啊！啊！明大人啊，呢样嘢好好食噶，我自己嚟，唔使等我嚟啊！你慢慢食啊，好好招呼大人。哎呀，好啊！喂喂，嚟玩啦喂！明大人，你喺度望咩？冇咩。你食啲啊！你知唔知我而家最想食咩？糖果，咁好啊！我帮你去揾。唔使，我去，我自己去。喂，你去边啊？急啊，去厕所。去厕所揾糖果。小善，小善。小善，企喺度。你对我有啲误解，其实我系一个好人嚟噶。我都见到你喺兰若寺杀人啦。你睇错啦，我哋统统都唔系人。你乱杀无辜，你先唔系人。我个样可能生得令你误解。你听我讲啊，我系一个猎妖师，我杀嘅统统都系妖。你呃人，我呃你做咩啫？你话你杀嘅都系妖，唔通小仙都系妖啊？佢系，佢绝对系，佢先唔系妖，佢绝对系，佢唔系，佢系，唔信你放我落嚟，我攞个照片镜俾你睇啊！攞嚟，我点攞啊？我帮你攞，你识用咩？
哦，你想呃我放你落嚟就真？阿皮，你唔敢面对现实就真？喂，你做咩？我叫你松绳，唔叫你斩绳啊！算罢啦，剑你都未揸实。嘿，骗子，你去边啊？你仲话唔系呃我放你落嚟？天地有道，乾坤借法，我借。唔得，再借。你自己睇下，兰若主其实系一只千年树妖所变成，你唔死得走出嚟，已经算够运。唔使谂啊，落山条路喺嗰边。你去边啊？我先唔信你呢啲呃人嘅法术，我自己去揾小善。你咪傻噶，我都话佢哋系妖啦。你唔系中意咗佢系嘛？唔关你事。点解唔关我事啊？你玩唔起噶，你忘记咗佢啦。我做唔到。你唔再及早回头，你就玩完。兰若姐点去？妖，鬼迷心窍。好，你要死我唔俾你死啊！去兰若姐条路喺嗰边，去啊！祝你一路平安，英年早逝。小心！小善，凌彩臣，我是妖。我知道。要唔要？我带你离开黑山。嚟，我行唔到。我孭你。就走，你放心，他们不会发现你是妖。
小倩啊，呢度有啲乱啊，你委屈啲，听日揾间好啲嘅客栈。等阵啲火着咗就会暖噶啦。觉唔觉得好啲啊？我再去揾啲御寒嘅嘢嚟。咁样好啲咩？如果咁样，会唔会仲好啲啊？林彩臣，你真系要带我走？你唔怕我系只鸟吗？我怕穷，但系我又一直好穷。我又怕无聊，但我每日都咁无聊。或者呢啲就系我嘅命。越系惊嘅，就越同我有缘。不过我真系有啲担心。你会好似其他女妖咁食人噶？我哋唔食人噶。但系嗰日你嘅朋友喺兰若寺，唔系将黑山村嘅村民都食晒咩？佢哋唔系要食人，系要吸佢哋嘅元气。我知道嗰班人系无辜噶，但系如果佢哋唔起歪念，就唔会发出嗰种味道。咁老老就唔会闻到，更加唔会俾我哋捉到。我身上冇你哋所讲嘅味道啊嘛。林彩臣，你系个好人，我哋都系身不由己噶。当年老老被灵妖施封忍住，元气大伤。他就用法力控制我们，去吸取人的元气，帮他打破封印。如果我们不敢做，就要挨打，甚至会被打死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，以后你不会再过这样的日子。小倩，你点啊？你系咪伤得太重啦？我去揾大夫，我去揾药。系老老落嘅咒，冇用噶。我谂到啦，你吸我嘅元气啊，咁你就会好翻。吸啦。如果你仲想要，我谂我仲顶得住噶。嚟啊！你笑咩啊？我闻到啦。咩啊？你而家都有嗰种味道啦。咩味道啊？
天就是地，颠倒乾坤。老妖怪，原来是这样。破你个阵！哇，头晕添！死老妖怪，你估可以找到我使咩？你醒啦，我去搵啲嘢食翻嚟。早晨。啊？冇嘢啦。聂小倩，等我攞啲黑狗血嚟破你，我就唔信你唔认认。你终于找到一个令你迷恋的，我真是羡慕，我是真是为你高兴的。不过你记得了一件事，你的狐狸真真还在南若寺，没了他你哪里都不用去。大侠，乜你仲未死啊？太好啦！废话，小姐喺边度？佢走咗。走咗？嗯。你个人食咁多嘢？我饿啊嘛。呸！点解两对筷子啊？讲大话，你成晚同佢喺埋一齐。我你同佢做咗啲咩嚟？我哋食胆包天啦、啊、你！咁大胆！有妖气，除咗小贱，仲有边个喺度？冇第二个啦！弊！我唔俾你收啊，小贱！妖！快点回上你的黑山，不要留在这里。不到你管，不到你管，走。不到你管啊，林彩臣，林彩臣，凭什么啊？淋狗血有个屁用咩？你越挣扎就越痛，行。
夏雪风雷，你想点？我谂紧。妖孽分手。都咁失败，就因为你好坏不分，成日同啲妖肉喺埋一齐，你无药可救。咁啊点啊？你咪想打噶？你够我打咩？我呸！我唔够你打。呸啊！我嚟打救你啊！你有咁好死？等我收只妖，再同你试。手打赢你啦！呸！有种你就斩落嚟。夏冰，做嘢。系。妖怪，小善，我嚟救你啦！村长，我一早讲过，佢系妖怪嘅咧，而家好咯，天下太平咯。神机有我啊！村长，你睇你只手，咩嘅？点解咁啫？村长，阿兵，佢哋中咗妖毒。我块面点啊？我咧，大家静一静，村长，集合所有村民。我哋有办法。哎呀，惨啊！点解块面会生啲咁嘅嘢？村长啊，到底发生咩事啊？我哋会唔会变成妖怪？村长啊，你快啲谂下办法啦！开路，大家冷静啊！保持安静，我有嘢要同大家讲。呢啲嘢系同嗰啲血液有相通嘅。只要我哋越冲动，佢就越生长得越快，所以我哋要尽量咁保持冷静啊！哎呀，你点解冇生嘅？你咩冇啊？我生咗两棵椰菜花喺下低，都唔知几痛啊！大家唔好嘈，大家唔好嘈啊！呢啲唔系解药，清除唔到你哋身上面嘅妖毒。但是可以暂时压住这些花草，不让它们生长得太快。你们喝的水里面有毒，是山上一只千年树妖的精血。只要消灭树妖，你们的毒才可以彻底清除。但是
边个嚟对付呢个树妖啊？我阿哥下雪风雷，佢系最犀利嘅猎妖师。夏雪风雷，我欠你嘅，我还。你还咗啲乜嘢？斩翻我只手，唔够嘅话，斩够两只。我知道你要上黑山，我做你前锋，就算睇你死，我都可以。你睇你似乜嘢？为一只妖，妖美黑烈。燕赤霞，你真系死性不改。我点样死性不改啊？我咪一直守住喺黑山咯。你守住系妖咋？燕赤霞，你到底系咩人？我同你有咩关系？我系人。你是妖，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喂，你不认得他？他为了你搞到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认得他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你的情人。你说够没？不会的，你个死废柴，喺度乱咁噶！你咁呃我，我咬死你！行开！你放我出嚟啊！我咬到你体无完肤！你望咩望？等我咬死佢之后，下一个就系你！听到未啊？妖真系妖，其实你心里面早有数啦，无情无义，无心无肺，养熟噶，咪好似你咁咯，出卖同门，欺师灭祖，人神共愤，神憎鬼厌。燕赤霞，到最后你得到啲乜嘢啊？其实我本来想用你嘅血嚟制我把刀，然之后再上山对付树妖，但依家我改变主意。好似你咁嘅废柴，连妖都嫌弃你，杀咗你，整污咗我把刀，你咪好中意佢嘅？依家要你亲眼睇住佢灰飞烟灭。上山唔使啦，我可以帮你啊！你帮我收尸啊？其实都冇尸可收，等我一把火烧咗兰药寺，同树妖同归于尽，咁就最好结局啦。
入门嗰阵同你讲过，可以流血，可以流汗，就系、是、唔可以流泪。作为一个猎妖师，绝对唔可以动情。如果唔系，就好易犯错，就好似燕赤霞咁，最终只会害人害己。我知道了，哥。小善，小善，你天啊，小善是不是在里面啊？这里没小善，只有妖怪。哦，走，哦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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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善，走，走。放开我啊！我警告你，唔好和我讲嘢。我嚟揾萧善噶。啊，女神林。你明知佢系妖，仲去救佢？我唔理佢系人定系妖，我一定要救佢。真系。对唔住。小善，小善，喂，放我落嚟先啦，小善。林彩臣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嚟。你做咩？冇啊！你只要斩错任何一条红绳，小善都会马上灰飞烟灭嘅。放我落嚟先啦。唔得。你是嚟捉小善的，不可以放你下来。你个死白痴，你不会搞掂这个五行法器的，你不要再耽误时间。只要所有铜钱流失落去的话，小善就会马上消失。放我下来，不要望了，快点啦。快点啊。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咁犀利，你哋有咁大嘅本事，点解唔用嚟对付树妖？而家就嚟大难临头啦！如果唔消灭树妖，呢度所有嘅村民都过唔到听日。我可以放过一只无辜嘅妖，燕赤霞，你会唔会去救呢一班无辜嘅人啊？我哋天黑之前要赶到兰若寺，快啲！你是不是真的要上黑山？嗯，你知道蘭若寺会见到什么的？一只千年树妖，两条很毒的蛇妖，数之不尽的妖怪。你不要再吓我了，我已经很害怕了。不过小善的真身还在那里，我一定要救他出来。不用担心我。呀！只要拿回你的真身，等你离开树妖，从此不再受他控制，我死都甘心。呀！Come on.
被封印的时候，最后一眼见的就是你。今天我自由了，第一眼见到的又是你。我差点以为时间没过，不过你老了。再老老不过你一千年树妖。你唔记得咗？我叫木姬啊。咁多年嚟，我都有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可以挖你个心，饮你个血。估唔到你对我咁好，居然知道送上门。我真系好想睇下你个死样啊！我啲同治疗，你仲系咩？珍藏咗几廿年嘅，好唔好饮啊？哥，不枉老老咁锡你，你连新欢旧爱都带晒嚟俾老老啊？你打发仗去找小善真身。
你要记住，小善在我体内，如果我要死，他都一样要死。送你一程好吗？一程好。
我就要你亲手杀死你最心爱的女人。老妖怪，小心！老妖怪，趁你在前，趁你在前！如果被你再嫁多次，你仲会唔会要我忘记你？我知道。树妖冇咗，呢度一切都会消失。林彩臣，快啲带小仙离开兰若寺。Thank you.
经找到你的真身。离开蓝若寺之后，孤岛仲危险，将我的真身放低，等我和蓝若寺一起消失，可能之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，或者那时我不是一只鹰。放低了，今天我不走，我留下一起同生同灭。你快点走吧，蓝若寺要消失了。我放不低，我放不低，放不低。你肯为我牺牲自己？小事，两位恩人啊，我代表黑山村的村民。多谢你哋啊！多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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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。好啦，好啦，诶，仲有啊，我哋嗰啲树皮仲会唔会翻发啊？嗱，系啊，系啊，你睇啲树就知道啦。啊？系喎，我哋黑山村好耐冇见过公绿嘅树啦。有时间再嚟黑山村啊！凌彩神。